我们今天要来看看谁才是真正的舞王。欢迎收看酷酷兄弟，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个很有趣的小游戏给各位。我们呢要来玩这个东西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它好像叫做战船，是不是？哦，你说那个射，然后别人要长船的那个 C4 有没有？ C4 射击有没有中？ C4 没中，就是这种类似的游戏，感觉起来很像是这种布置。可是今天这个东西是战船吗？阿谦，不是战船，我们要战卤味啊，不是啊，我们要来吃卤味，吃卤味。但是怎么这样子要怎么吃才可以吃到？你有可能会踩到不是卤味的东西，就是我们的苦茶，嗨，叫青草茶，青草茶，青草茶。对，然后呢，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桌上各有16格，哦，一二三四，不对，16格，16格。然后呢，我等一下我先来排，好，我会有30秒的时间在这个上面随便的移动，我会把卤味跟茶，然后稍微做个编排，好的，然后一定会有一个冰果线。冰果线就是4个卤味要连成一条线。好，了解。然后你就要想办法猜出那一条直条的冰果线。那我猜错的话怎么办？我要喝苦茶。哦，所以坐在那边就是给水哦。哎，你等一下也要猜哦，你明白的吧？啊，最好，如果我猜得好的话，你最好不要给我猜太烂哦。不会啊，所以这就是这样子吧。如果你猜得快，你可能4个我们就结束了，我们就换位置。没有问题，如果猜错的话，我们就要喝苦。早点下班是不是？对，好，没有问题。好，我现在有30秒的时间，我先来稍微改变一下排列。嗯哼，好 ，ready， 30秒计时开始。记得排列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想办法排出一条冰果。嗯，排出一条冰果的意思就是，不能没有冰果，没有冰果就输了，因为另外一边讲什么废话？因为另外对手绝对猜不出来你的冰果在哪里啊！哎，我不知道现在那个地方有什么吃的，你可以告诉我一下，形容一下有什么？我现在只闻得到味道，你可以形容一下现在你那个地方有什么样子的卤味吗？有豆干，甜不辣，是脆肠，哦，鸡舌头。鸡舌头，鸭舌头，我忘记鸭舌吧，鸭舌，我没有听过有人吃过鸡舌哎，举肉、鸡翅、卤蛋，鸭，好了，鸭舌叫鸭嗓，鸭嗓 ，OK， 我好了，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，来了，来了，你最好双手合十，希望一切祝你好运。我想吃卤味，我肚子饿的了，来了来了，来吧来吧，7号有没有？1、2、3，七号吗？7号，耶、yeah! ！是豆干，豆干，对，是豆干。哎、欸，有了，好，等我一下。哎、欸，所以它是一半一半，是不是？对，一半一半。我有一半的几率会让你吃到好吃的，一半的几率会让你喝到不好喝的，清甘露，是不是？好吃，好吃。来喽，我猜10号，10号吗？10号有吗？你想让我喝一点东西是不是？一口茶是不是？没有是不是？干了，10号没有。这游戏好有趣哦，你的命运掌控在我手中哎！哈哈哈！好苦，再来啊！现在10号没有，所以不是斜线喽，那就是直线。11号，我11号也没有。再喝一杯，OK？ 所以11号也没有哎。你害我，但你说我没有在害你，我在尝试着找出生命的出路。想清楚好吗？我正在想了，这大概就是这样子。6号有没有？还是没有？有没有那么难中啊？不是50-50吗？啊，好苦！你是认真的吗？不认真的，我以为是斜线，不是斜线，我以为是直线，不是直线，我以为是横的。我已经喝3杯了，结果不是横的，不是，那他就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。所以不是，那7号没有任何的依据，我在判断好吗？15号吗？15号有了吧？还是没有？对不起，我想说你第一个猜得很好，就你连续让我喝4杯，你干脆叫我把全部喝完好，全部喝完算赢好不好？好，下一个，那个没有的话，那个不是这样，我知道了，8号。总该中了吧？真的不中就有点太离谱。8号有没有？有。是什么？脆肠。脆肠感觉很好吃，终于可以让我吃一点东西了哈。8号有了，所以好吃。我大概知道了啦，好不好？来喽，下一个喽，来3号。3号有没有？啊，口渴是不是？喝茶。真的吗？要没茶了啦。3号也没有，我快把那个茶拆完了，是不是？对，这样子我等一下一轮才有东西吃啊。没有，等一下茶会全部补2杯，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一个盒子放2杯，我跟你讲。好了，我其实知道了，好不好？下一个，4号，有了吧？
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就是这行了啦！我找到，我找到了，甜不辣？哇，你好幸福哦！你家可以连吃好几个啊！十二号，十二号，十二号，嗯哼，这要跟鸭喇鸡呗，是吗？鸭舌，是啊是啊，跟鸭舌喇鸡。哎，我真的很少看到这个东西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跟它喇鸡，跟它喇鸡，啊，这样吃吗？那你平常都怎么喇鸡的？我不会啊。它有骨头的哎，那是它的咽喉，吃起来怎么样？不知道，不会吃，吃不懂。不知道的口感是不是？我咬一口就好了。刚这个上面是几号？十二吗？对啊，十二。所以你现在最后一个对不对？对。你知道吗？我帮你帮查连线好不好？二号，有没有二号？没关系啊，你继续猜啊。二号，有了有了，干杯 ，Cheers。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连线，希望可以连线。十四号，有吗？有十四号、欸？没有哎、欸，十四号是这个哎、欸，真的吗？鸡翅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没有办法连捆茶线了、啊。哎、欸，好酷哦！等一下，我休息。喝太多，很饱哎、欸。对不起。我以为可以连个苦茶线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子就没关系啊，你继续啊，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咬一口，这鸡翅现在怎么样？还是热的吗？卤味，这是冷的卤味。啊，冷卤冷卤 ，OK， 好好好。差点要骂你卤味怎么有热的，我想说，哎、欸，不对，不会有热的。有热卤啊，有热卤。好了，十六号好不好？解脱了，解脱了。嗯，解脱了。十六号，耶，十六号是什么？蒟蒻，对，卤蒟，我没有吃过卤味的蒟蒻，好吃，真的吗？你吃过？好吃，吃过。这个吃起来怎么样 ？QQ 的。那你等一下帮我点个蒟蒻哦。不要、啊，你可以自己把它放在你想要的冰狗上面啊。哦，对你这么好，好，结束，接下来换我了，是不是？这样，你再做一次，你刚刚那句说什么？等一下，你对我怎么样？对你这么好，好，好啊。再说一次，有的吃又有的喝，一二三，吃饱喝足还不好？六杯，你这个人怎么那么贪心？六杯，这个人怎么那么贪心？大家记得六杯，我这个人从来不记仇。六杯 ，Oh my god，OK，、okay, 好了，知道了，换我了。风水轮流转，哎、欸，补茶啊补茶啊，这个茶要把它补到满出来。哎、欸，你都喝到干嘞，我当然全喝啊。所以现在我有30秒的时间，我能够换我的位置，是不是？是的。来，准备好了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哦，还没开始计时，是不是？准备好了，好，来啊，三二一，开始。收到，30秒，然后你要记得，你换出来的时候，卤味要有一条冰果哦。我要怎样啊？卤味哦，卖苦茶也可以哦，卖一滴够。我要不要来挑战，让你把全部的苦茶喝完？你在讲什么？我对你这么好？六杯，但有八杯是苦茶，你刚给我喝了六杯，那我少说要给你喝个七八杯才对啊。喂喂喂，太离谱了。我现在嘴巴还有那种鱼味的那种苦，完成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吗？好了 ，OK， 外面一阵笑声，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准备好了，我可以开始猜了吗？可以，一格只能放一个东西哦。对，一格只能放一个东西。好，我来猜，六号，六号，六号，对，六号，甜不辣，哒哒，谢谢。刚才很像是野蛮人一样，甜不辣给我放在六号，你相信吗？想害我啊？老虎茶，阿哥，你现在口渴了，口渴了对不对？没有没有，多谢招待。下一个，十五号，十五号，干了，中了哈，一杯，好喝吗？哎，还行，还行，还行哈。十五号好了，下一个三号，三号干了，干了。嗯，以我认为你的思维，二号，二号是不是？继续喝。没有没有没有啊，谢谢。有得吃啦。哎，哎，我一直很想吃看这个，哎，这个是脆肠是不是？哦，脆肠是不是？我很爱吃脆肠。嗯，上来上来，好吃好吃。十一号，十，没关系。我要不要连喊啊？你要连喊，我要连中，然后喝喝喝，这样真的吗？对，你喝了吗？我喝了。七号，七号，七号 ，seven。好，我找到四杯喽，我要四杯。哦，怎么那么苦啊？
再来。好。啊，那东西后劲好强哦，刚刚喝起来像青草茶。九号。九号。对。卤蛋。卤蛋，你知道卤蛋了？耶、我们在场的只有一颗卤蛋而已，要不要被我吃掉？阿神，你知道吗？在你吃卤蛋的时候，我分析给你听。因为三七十一十五都是叉叉了，所以你的圈圈一定在一二五六九十十三十四。你这真的是 ，OK， 你自己铺落了，我也没办法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右边这一排，怎么样？你干嘛在看我？干嘛在看我？你想干嘛？卤蛋好吃吗？你想干嘛？卤蛋好吃吗？你想干嘛？卤蛋好不好吃嘛？还不错嘛。八号，有没有水准啊？你确定？搞不好真的是卤味哦。八号，搞不好是卤味。八号，哎，没有啦，我跟你讲，吃卤蛋会噎着，喝点东西。OK 吧，还行。就是十四号，让你吃点东西，还不错，不错啊，人真好。十四号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你才喝五杯哎、欸，十四号是我想吃的。十四号是什么、啊？那个很像马蹄，这叫什么？蒟蒻，蒟蒻，对，卤蒟蒻，脆脆的，好吃，有点像是筋，你知道吗？筋哦，软骨吗？曹操说过那个弃之可惜的那个，那不是鸡。鸡肉，有点像是那个。我以前都念鸡柱，我以前小时候不懂，我都念鸡柱。鸡柱，好了吗？好了。十六号，这人又不要脸了、啊。哎、欸，我要喝完嘞、欸。哎、欸，哇，原来你是这样排哦。哦。十六号，哎、欸，你刚刚有吃晚餐吗？吃午餐。我可以让你吃一点东西，喝一个东西，吃一点东西，喝一点东西啊。下一个五号。有的吃了吧？五吃的吧？六皮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不错吧？怎么还没有冰糕？好吗？四号，好多肉啊！哎、欸，干嘛？我要让你把卤味全部吃完。然后好了吗？一号，有的吃吧？还没冰糕、哦？有没有？一号有没有？还没冰糕啊？有的吃吧，哎、欸，不错吧？哎、欸，猪血糕，外国人害怕猪血糕。我跟你讲，制作单位准备了这么多东西，我们就是要把它全部吃完呢、啊。每个都尝一口，是不是？满汉全席哦。好了，你比较想吃什么？剩什么啊？卤味剩什么？剩喇鸡的那个。喇鸡的，还有鸡翅。鸡翅，你想吃哪一个？喇鸡的好了吧？那来个十二号，没有。好啦，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啦。十号好了。十号了啊，鸡翅，我刚刚有吃到鸡翅。冰糕，有没有很饱？我让你喝饱吃足哎、欸。啊，喝的比较多哎，多一杯而已，还好吧？哇，我们从此结怨越来越深了。哇，好不错吧？今天就这样子。到这边到这喽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这集 episode。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在左下角有喜欢，在左上角有订阅。谁才是乳王呢？我觉得应该是我，我根本就是害了自己。不会这样子，你会这样子选一排的？太笨了，被你看穿了。不是 bingo， 我一条线拆完，斜的就过不来了。你在想什么？真的下次应该换个策略，我们下次用乱数好不好？对，我们下次应该用乱数。真的，然后输了就是对方喝。对，这样才不会那么嚣张。你刚刚谁先嚣张的？啊啊啊啊！打架！好嘞，今天就到这里哦，我们下次再见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